甜蜜暴击，关晓彤鹿晗这对小情侣又秀恩爱了。4月21日凌晨，范丞丞在微博晒出跑男团的大合照，照片中除了范丞丞身边搞怪的李晨、陈赫和邓超抢镜以外，关晓彤的现身更让人惊喜不已。范丞丞在微博配文称：“完美的收工，感谢大家的照顾。”合照中的范丞丞开心的比起剪刀手，一旁的准姐夫李晨表情搞怪，非常的抢镜。王珞丹和欧阳娜娜也在合照中现身，关晓彤更是甜蜜的依偎在鹿晗身边，开心的比起剪刀手。关晓彤这是合体鹿晗录制跑男的节奏。当天的路透图合照中的桌子上还摆了一个蛋糕，昨天又是鹿晗的生日，而且合照中鹿晗还是妥妥的 C 位。原来关晓彤是特意来探班鹿晗并为他庆祝生日，是来撒狗粮的。不得不说这对小情侣真的是太甜了，昨天关晓彤还掐点准时为鹿晗送上生日祝福，鹿晗还自称最美二丫，和他甜蜜互动，大秀恩爱。没想到白天就特意赶往鹿晗身边为他庆生，真的是太甜蜜了。